来，通常讲完霸王歌，你都要来点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希望你今天玩得愉快。Thank you.
首歌也唤醒大家了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唱点歌，我们今天还蛮多点歌可以唱的。美丽女人呢、欸？你是我这一生想要的美丽女人，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人。这首吧，对不对？想到可爱的。让人被恩心疼的可爱女人。好，我们刚刚来研究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还第一张点歌，因为我还没上班前他就大宗自测放在这个上面的这张点歌。哎，我先问一下，海阔天空还有在现场吗？点海阔天空的，刚听我，刚听我一次，刚听我两次，刚听我都没有了吗？啊，已经走了吗？好好好好，既然走，那我们就。米丽海怎么了？他下一次在主唱啊，对啊，我等下他上来，我要分他薪水，所以我很爱钱，所以我不能上上来。你上班有拿薪水的，所以你要跟着我一起唱。好，我们来，那我们来换我们 T 三朋友的歌好不好？这首歌叫做《飘向北方》，这首歌很妙，它的 rap 我没有特意去练它，就是一直听着大家一起唱，就是人家所谓的耳濡目染，就一直听一直听就会唱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歪去哪里，好不好？我今天。